今年的生产产值有到140只，那为着要推广到咱优质的这个鸡吧，咱今仔日公所头前有来举办咱的这个国产鸡肉的一个这个促销哦。那价格是300块，我看到安真侪，用钱足够的来排队哦。那希望大家多吃我们彰化的这个健康的鸡哦。那我们呢，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 logo 哦，就是我们呢经过我们的这个屠宰，那符合我们屠宰标准的 CAS 的。那希望说我们相信以后在采购的过程中能够多来辨识这样的一个这个 logo。 那比较嘛，感谢哈、哦，那你这个工作啊，办咱的相关的这个活动啊，这个啊嘛爱感谢咱跩鸡农哦，最近这一段时间来针对我们的环境也一直不断的做改善，让我们的经济产业跟我们民众的这个环保都能够来做结合。再次的谢谢，那买无到不要紧，咱的陆陆续续过来补班，会给你多，会过来把咱的这个牛奶啦，我们的鸡啦、猪啦，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鸭哦，我们还会在整 和一个续产节再来让大家能够呢好好的来买，好好的来用哈。我们要推动哦，咱这个农事化的教育，让咱今仔给咱工作头前哦举办哦，啊，把握机会放纵一下这个活动。所以现场来了很多哈，咱都看到这些啊，大家好，这些呢，这些店仔哈，这些国产区，咱讲很多啊，真侪嘉宾，大家拢很期待。 那因为吼，最近吼啊，咱讲吼，咱真侪即个面食都朝向吼，即个面食类啊，无就烘焙类吼，啊，所以咱广州有一个推动，啊，咱在地，看吼，即个啊，农食吼，包括吼，即个面食，咱中华关，咱讲咱鹿港镇吼，所产值吼，啊嘛，今年都有2万外吨的即个面食，啊，搁吼，咱鹿港嘛有40片吼，即个市规吼，每年嘛还产量吼，啊，100万外只，即个鸡，所以咱广州有了很消费到，所以今仔来摆即个活动安尼。 鸡的尸体，黑分尸的尸体，有够红彤彤的，真是。